这什么游戏？左下角啊。星星不够了，星星。约战也要星星哦。一直虐菜，好像觉得又很不好意思，糟糕了，我的羞耻心开始出来了。对啊，管理直播。哦，觉得 Ben 的文法我也是，不过感兴趣的是，围棋之中竟然是白棋啊。虐菜环节，一直虐一直爽，天啊！我是没有继续找游戏啊。欸，对耶，我买海贼王耶。算了，海贼王一定没人看，不玩。在玩火影啊。还是画画啊，因为这一次要出的是纸胶带，可是又没啥手感。要说画啊画啊，啊，但是就没手感啊，画啥小？画什么？哦，嗯，还在找游戏。还是要玩上次讲的啊，大多复评的游戏，全部东西都是靠赛靠合成。就是因为随机性太恐怖了，所以被列为大多复评，超好笑的。就像你两个木材合出来是一个木棒嘛，就在两个木材合出来竟然是一个钻石镐这样子。
走过小龙区，竟然没看到龙。大富翁死不是啦，大富翁死怎么会是大多富平？傻眼欸，被塔杀哦，真的啊，被塔吃到没有算击杀哦，合理合理。啊，你在给我越塔杀人啊？这是什么碾压？好爽哦！麦块不是啦，它就是一个地下城游戏，然后就是它的那个作者摆明就是写说游戏全都靠随机，什么之类的，然后就是全都是大多负评，就很好笑啊。还想叫我玩麦块啊？不玩。对啊，真的都没有那种。只是单纯抽，好像有就是单纯抽卡的游戏，那就随便抽，它就显示 SSR 或 R 这样子。哎呦，这两个也太配了吧！命运赌徒加灾祸船长，灾祸船长加潮汐之子，哎呦，赢定了，赢定了！这场输我就玩麦块好不好？我们都不要动，全部游走，激进再加团中。如果输的话，我就玩麦块，继续找蜜蜂。好，结果团长送了一喜，送跑。我是说两个，比如说两个木材和木棒，合成木棒。那我先去下载那个游戏好了，我看一下在哪。单人嘛，找到了。安装下载速度7秒钟。换一个更难什么？被北极熊杀死之类的。就感觉北极熊好像更好找一点。哎，好了，我安装好了。还是在等麦块地下城啊，还是要等到四月，就怕到时魔物猎人冰原，怕是撑不到两个月就要找游戏玩了。我搞不好到时候魔物猎人一开就开了8小时以上了。不会啦，现在蜜蜂好找了，你只要看到繁花森林进去就找就好啦。然后再想办法把自己摔到剩下一滴血，然后再去摸一下蜜蜂，就结束啦。你看，都想好了。魔物猎人很耗时间，不会啊，就是因为耗时间的游戏才玩得久啊。懂吗？懂吗？管理人员好，开始。
有心健身没事，有心健身没事。想买游戏的赶快趁冬季买一买。魔物没钱买只能玩魔物猎人手机版。哦，是啊，我是有看啊。好喽，要雇用喽，确定哦，确定哦，拜拜喽，啊解雇啦，这个绿色东西我不需要啦，送你送你送你啊，感谢你为我解错人了，我解到一个人气度蛮高的嘞，傻眼哦，我解到人气高的，哦。哦，解错了啦！哎，哭了我，真的是哭了我。安排娱乐健身，关闭管理。他刚人气很高的哎、欸。刚刚解掉这个人的啊，再来一次。我刚要解掉这个的，哎，对，可以独挡哦，那么聪明啊，设置。什么叫第一没解掉？哪一天啊？九点确定？不是吧？这是早上。好，你还活着。你看啊，388哎，很高哎、欸，傻眼，还可以解错，我的天！练习命中，管理直播，好，没问题。那直播换这个，
没有问题，很欢迎你过来。确定。然后练习。确定。就你啦，解雇。确定。怎么会亏待你嘞？来来来来来，你好像更适合这个嘞。那上路我们就用练的吧。六小时，五六七八九十十一，不要。三四五六七八九，那再来就是约战 top。我直接练到 A 加哦，好哇、啊。你有没有制止啊？以击杀多于自己的，这样不错哎。当己方兵是摧毁师。是不是应该练先练这个，再练上去啊？那、啊、你原本是什么？哦，这个好像更好。那样，那你就出国，不出国。哎、欸，不行。好，今天休息一天，明天再让他们去。吃饭去，拜拜。哎、啊，你怎么来，叶先生？啊，你不是你要去直播？来健身干嘛？他想等有空运运动，打乒乓球。我比较喜欢保龄球。噩梦，每晚前五点心态。
这好烦哦，不小心点到就会动动动。U 型健身好了，加强训练练习。好了，我们该去面对了。全国报名，来叫欢乐颂，好啊。结果 TOP 还是要买的，有没有？刷链就还是买它。抱歉，让你看笑话了，我还真的不懂。加强训练，娱乐。没事，之前被一堆 B 加吓到，就先我带了 A 加的过来。
哇，他减攻速又减什么鬼的？欸，我怎么不早点打他？他才打一场就有550欸。阿卡丽。鬼舞姬，上路，上路，还有一个，而且你打错也来不及啊，我直接
等延迟要等几十秒哎。S 了，看不 S 上路，哎，只有这就是哎。比较好哎、欸，回来了 ，Hello Hello Hello， 好了，这个啦，比较困难是不是？助理，我们要去宣传了，广告代言，哎、欸。说我们知名度比较低，知名度比较低，好吧，看还是就这个了。萝卜糕糕吃完了，嗯，你应该先去试水温的哈。99，哎呦！阿卡里，哎、欸，不对，他被防御塔不算是，
被防御塔杀不算是那个呢，玩家击杀哎。就算被英雄摸到最后一下被塔杀掉，还是算他的哎。不对，对面有点凶。上路一死，天哪！我真的要换掉你了，糟了，我们现在逆风。对啊，上路不行了。就算再舍不得，这八龙有毒哦！吃了之后死三个、四个，全死光了。要被当才虐了，欸，为什么他们来我们的防御塔就这么好炸掉我们的塔啊？我们去他们家就会送，天哪，这什么鬼？